二三二八三，有。二八三你没有？没呐。啊？哎、欸，廖东，欢迎到我们273283的频道。我们本频道273283。我们现在频道的人数有多少人？你知道吗？订阅人数？700。700。你到叫你这么大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自信？你什么时候有那么大的自信啊？现在才91个人而已，还没有破百，根本就没有人要看你的频道，好不好？你很好笑，还才700。啊，无你刚不是讲偌济啊？讲偌济啊？那个是一支片子的点阅率有1000人而已。也好笑、哦，现在才订阅人数才九十几个而已，没关系，终于快要破百了。啊，你讲话一下来吸引那个观众。啊，你都没有想好。有好人，落落落好人嘛？哦，足多的嘛。哦，已经落遮多啊，你看。嗯。好、哦，这人那么来压垮。压啊走啊，我们来这边走。阿姑，鸭子你看。有啊，鸭子。鸭子是吧？嗯，我是要今天的黑糖米线串了两家补价，打价给我们家。打价上面。鹅。好不好？鹅啊。两只狗，对啊，隔岸互火啊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在飞。什么东西？飞啊，它飞上去了。鹅啊？不是，它长十字哎。啊？它长这样。鸟啊。然后长什么？鸟、喔、不是啊，松鼠啊，就是虫，是虫在飞，小只的，它长十字，多大只？蜻蜓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左边就有蜻蜓啊。
瀑布山有没有漂亮？嗯，非常漂亮。很漂亮啊、哦。对。要光啊！你看，已经结樱桃了。你看，是啊，是樱桃啊。哦，你有看到？是樱桃啊。这边人较济，好。哦，被樱花砸到了。我被樱花砸到头了，我站在这边看看。对，我被樱花砸到头了，真的，刚才砸到头。好，吟诗作对一下。好，二八三已经走累了。对啊，坐下来欣赏啊。坐下来欣赏。对啊。你看那边有一只。有一只叫我大只，那一只叫你。嗯。应该还有两只，唔够。就顶个做大只，用只樱花盆，只顶个啊，可能用个落去。上一边呢，跟别人的话，变不会，会变经济吗？
迄边遐，迄边遐拢是啊。这嘛，咱迄边啊，这拢是。迄边，拄石头，迄边中石头迄个，较深的，较土。我迄后海遐遐，半年啊，半年啊，遐拢是啊。拢是啊，迄细只啦，像白白迄细只。细只，遐细只尔，遐安尼尔，遐拢才安尼尔。Thank you.